角度也对了，这回是什么没对？到底什么没对呢？突然风翔，天哪，就突然刮起一阵妖风是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肯定是他们那边在耍坏，耍坏，不会，不会，不会。看来石原的内力不浅呐、啊。那一会儿你们也耍耍功。这样吧，这样吧，既然你们认为我内功非常厉害，九米来，3、2、1，使劲走，使劲有了。打倒了三个分，行了，已经赢了，确定了优势。好，许愿第二个，许愿要补球。许愿抓不起来球了，从侧面拿侧面。嘿，哟！哎呀，差一点。可是我们还是赢了，我们赢了，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好的，在我们跳跃保龄球的比赛当中呢，我宣布获胜的就是奥伟队。哎，东海这么兴奋干什么？谢谢你们为我们助喊纳威，不是助喊，我太激动了。好的，是助喊纳威吗？对，助喊，还是威纳喊助？我太激动了。你高兴的都说都不会话了，我理解。这样的，刚才呢，因为在第二轮的团体扣篮当中，双方打平了，所以说那2000元的爱心捐助都就顺延到了我们这一关的跳跃保龄球当中。是的。那么获胜的奥伟队，他们一共可以为山区的小朋友们赢得4000元的爱心捐助。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很厉害。几轮的比赛之后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尽力，也非常的辛苦。是的，是时候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好不好？我觉得看到 Super Junior M 的成员都很有活力，而且在场上表现得很搞怪。不知道大家都有玩微博吧？当然，微博是平时生活中一个状态的表现，不知道生活当中他们会不会也搞怪？我觉得肯定会搞怪，要不要来看一下他们在微博里面的照片？要不要？要。来。请看第一张，这是，等一下，哎，搞错了，哎，等一下，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这个胡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吗？这是新成员吗？这是后面加进去的啊，请问这是刚睡醒的哈？对，哎，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这不是伊林吗？伊林怎么也有胡子啊？你怎么会有这个造型呢？加的，是要演戏吗？还是不是自己 P 图加的？你是想、你是也有胡子控吗？这种没有，因为那个头套，然后很像阿拉伯，然后就加了个胡子，很像印度人。哎呦，哎，这个。阿伟哥，这个时候这张照片是你在什么时候照的？在美国的时候照的。哦，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是参加什么比赛呢？世界锦标赛。参加世界锦标赛。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选银鹤了。你看你俩这动作摆的一模一样，来现场摆一个。来现场一起。哇！好，来看下一张。好。这个是许愿吗？是你吗？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吗？啊，这是对，我去美国的时候。来，转过来。USA， 我这是2011年。一一年的时候，在美国。也在美国。现场演绎一下这个表情。哦，加个胡子真的很可爱。好，来看看胡子是白的哈。下一张。哦。这个是什么情况？盛明，哇！这都是谁？我都没认出来。这是哪一位？这是哪一位？告诉你，盛明。啊，저거콘서트할때저희가각그세계유명배우나유명인사들을저희가그코스프레를했었어요他说这个
是当时他们在办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担当了世界最有名的演员或者是歌手，然后举办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哦，这位是梦露。哎，那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扮演的是那个玛丽莲梦露？对对对。然后后面那一位扮演的是？剧院配的女主角。钟海。啊？谁呀？我。这一位，请问你扮演的是谁？这个，啊，누구지？啊 ，Charlie Chaplin，Charlie Chaplin。卓别林。钟海。Charlie Chaplin。来表演一下。Charlie Chaplin。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考验他们的挑战能力怎么样？那么究竟下一轮的比赛是什么呢？马上来看看比赛规则。巧射易拉罐。每队派三人一起向易拉罐组合射球，射中蓝色得10分，射中红色得20分，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在比赛之前，我要先告诉大家，由于现场的粉丝太过于热情了，比赛太过于激烈了，然后呢，所以我们这个环节的奖金怎么样？直接从2000元翻倍到4000元。也就是说，只要在这个环节当中胜出的话，他们就可以为山区的小朋友们赢得价值4000元的爱心捐助。哎，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玩足球的经历呢？Football。어릴때축구선수였어요。他说他小时候是足球运动员。小时候是足球运动员。谁呀？可不可以现在？秀一下球技。哇塞，哎，真的，真的可以哎。刚才那轮是10队先，10队，我们队先的。对，这一轮呢是由奥伟队先。奥伟哥，我们先随便上，我们谁感觉好谁就上。对，耶耶，招命始源。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宾客忘叫什么名。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队长派出周密的时候，许人的眼神都暗淡了。周密加油！一乐加油！周密，哇，都是差一点。雪，哦，雪，哦，20分。好，接下来已经小球了。小球上，是哪三位？好，我们看到了，我们把周密换下来的同时，我们把盛敏换上去了。到底战绩如何？有请易拉罐。注意啊！呼呼呼！啊！呼呼呼！啊！很棒。好，第三轮是大球。啊，周密上去我们就放心了。让东海第五轮，然后其他我们四个换。我们哎呦！徐威在，哇！哎呀！好，第四轮，一个开球，哦，救命！高一点，来看队长的，哎呀，还是低了。一个，好，提高了。哦，好高。哦，没关系。啊。周密怎么了？周密，周密的腿有点受伤。腿抽筋了吗？我就因为你们一定要上场了，然后使出了全身力气。来，我们刚刚这一队呢得到的分数是60分。好，接下来我们队员有没有压力？有。有吗？压力化为动力。没有压力，开玩笑。你们就60分差距而已。我们这边就东海，我跟你说，圭贤、这力旭、这个 Henry 都是很厉害的。唯一队长差了一点。我跟你们说，你们在这一轮当中必须击中60分以上才能够获胜。对的，60分。No problem. OK. No problem. 来， okay. 场上见分晓。首发阵容。1、2、3，乐瑶。好，请注意。好，东海一脚射偏了。高了。力旭也高了。哎呀。浪费。第一轮10队1分没得。接下来第二轮是换小球，他们也换下了两位队员，换上了 Henry 和圭贤。首发的依然是东海，东海瞄准了，哎呀，哇哦，哇哦，哇哦，好，请注意第三轮大球来了。
不错，现在是大球又换上了立旭和依林，有请易拉罐。我发现你们队只有一个海，加油！哇！加油！哇！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的分数超越了，请继续比赛。好，继续，东海 ，Harry， 危险！哎呀，好的，这一轮错失了，最后一轮，大球，大球。其实我发现东海是你们的队宝，在这一轮他拿到了很多的分数。好，有请易拉罐。来，东海继续。哎呀，妈妈得了，没关系，洒水。妈妈得洒水。迎来你了。好的。耶、yeah ！开心！在刚才的小射易拉罐当中，最后获胜的是依林队。非常感谢依林队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为我们山区的小朋友们赢得了价值4000元的爱心捐助，谢谢，谢谢你们。场上的比赛是已经全部都进行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收获了多少，为我们山区的小朋友们一共赢得了多少的爱心捐助呢？第一个环节获胜的是奥伟队，没错，第二环节打平了，第三环节获胜的是奥伟队，没错，最后一个环节获胜的是依林队。所以说今天依林队为山区的小朋友们赢取了4000元的爱心捐助，谢谢。而我们的奥伟队表现更胜一筹，为山区的小朋友们赢取了6000元的爱心捐助。谢谢。本来节目到这儿就该要结束了，但是呢，我发现现场的粉丝们觉得意犹未尽，太热情了，没有嗨够啊！怎么办？我们让 Super Junior M 再给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一首中文歌。要不要我们就请现场的全部粉丝跟大家一起合唱？一起合唱好不好？这首歌叫做《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在意，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一一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遭遇，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让你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谢谢我们的两位圆梦大使辛奥伟和杨依林，要更加感谢我们的圆梦助理团 Super Junior M。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让我们一起喊出挑战者的口号，那就是全力以赴为爱而战，下期见。